你们一个个都叹什么气呀？对哦，乐乐，小星，我们在叹什么气啊？天天吃野果，还有蘑菇，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肉啊？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肉啊，在哪？梦里啊，有得吃就很不错了。乐乐，小心，还是少抱怨点。我也不是挑剔的了，可是这都成炭灰了，叫我怎么吃啊？我又不是大厨，既然这么嫌弃，有本事你们自己做。好，做就做，本大厨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餐。小星、佳怡，你们俩就给我打下手吧。遵命，长官。我们要做什么啊？哎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。本来打算出来找食物给老大吃的，却遇见了司徒乐，看来他们完全没有防备啊！要不要叫老大过来攻击呢？好好见识见识，什么才叫真正的野外大餐？大餐？这样连找食物的时间都省下了，先把他们的食物偷走给老大，再叫老大来攻击司徒乐。一石二鸟的计谋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要做饭就不能没有锅，没有锅你要做一个出来，大功告成啊。看起来可能还需要改进一点工艺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去找一些食材吧。这个来一点，那个也来一点，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啊。这个长得好像椰子啊，依我看就是椰子。嘿嘿，有椰子吃了，我来摇下来。不错嘛，椰子叔，你真是个厉害的对手。还是让我飞上去摘下来吧。气死我了。椰子肉的味道很香啊。哎，等等，这么硬的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拿来当锅啊？哦，好主意，乐乐，快快快，我们都带回去，煮一锅菌菇汤给他们看看。好帅啊。帅不过三秒。挺不错的嘛。我开始流口水了，看来我们的大餐成功了。喂，乐乐，小心点，这可是我们一个下午的努力啊。嘿嘿，安了安了，我的手可稳着呢，这点小事儿。好烫。好痛啊！我的汤啊！没关系，没有完全洒掉，汤料还是可以吃的。好吃。谁会信呀？大了，怎么还没来？玄龟，龟壳比钢硬，利爪能削筋。
啊，是天王！司徒乐，听说你们烹饪了大餐，怎么可能没有我的份儿啊？乐乐，我们也召唤机甲吧。嗯，神兽星星，机甲召唤。最稳的星星机甲居然也扛不住他的尾锤，这就夸张了，我还没使出全力呢。起哦，飞得还真高啊。天王，有没有听说过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？是加一千金坠。不是不是，是如来神掌。哈哈，这回肯定把天王压扁了。我要是你，可不会这么愚蠢，攻击敌人最强的防御点。哼，不自量力。哼，等我使出全力，你就知道是谁不自量力了。乐乐，我们不是一直在使出全力吗？哎呀，你别说的这么大声啊。看招！司徒乐，你又在给我的玄龟捶背吗？这龟壳也太硬了吧。乐乐，你注意到没有，我们每次攻击的时候，玄龟好像可以转过身子让我们攻击他的背部。我要是你，可不会这么愚蠢，攻击敌人最强的防御点。感觉就像在保护什么。莫非他的肚子就是弱点？有道理。哼哼，知道弱点那就好办了。接招！那就永远都别起来了。真巨星重炮，不动巨星，蕴含星星的地之力量，拥有超强的力量。可恶的司徒乐，这次只是你运气好，下次可没这么幸运了。啊，原来是肚子饿影响了我的发挥呀！要是我吃饱了饭，老大，这是我从司徒乐那边偷来的汤，看起来非常美味啊。嗯，很好，你终于做了件好事呢。老大，怎么了，老大？师傅，赶紧房间！老大，老大，你顶住啊，老大！
可恶，早知道不自己来了，看来只能用信号发射器通知大傻他们把怪兽开来了。出来吧，我的无敌玄龟，哎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，我可是天王。嗯，你都被绑成粽子了还能怎么着啊？可不要小看我。这天王你真够阴险的，居然想在营地趁机偷袭我们，还想把我们的营地烧了，幸亏被我们及时发现了。我怎么记得是佳怡一个人发现的，那时候你还在树荫底下睡大觉呢。反正你们男生就没靠谱过，关键时刻还得咱们女生救场，对吧佳怡？嗯。哎，我觉得我们男生也有靠谱的时候啊。比如说？比如说战斗的时候，我们男生一直是主力。我们能够一次次胜利全靠男生的力量。说大话也不怕脸红，我们女生最厉害，我们男生最厉害。哎，你们怎么吵起来了？虽然这里轮不到我说话，但是你们与其这样吵个没完，还不如来一场比赛，比了不就知道男生女生哪个更厉害了吗？我可以当你们的裁判哟。你？谁知道你会不会偏袒他们？哎，就算我要偏袒，也不会偏袒司徒乐呀。怎么样 ，Maggie， 敢不敢比？比就比，是吧，佳怡？啊，好，我现在宣布，钢铁飞龙男生女生大对决正式开始。话说老大出去刺探敌情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发信号？我们要不要出去找他一下呀？你忘了之前我们擅自行动的时候老大回头怎么罚我们的？那我们还是继续等着好了。糟糕，嘿，大呆，快吃了他的马，下一步你就赢了。你这么大力气干嘛？啥呀你？男生女生大对决，第一项体能比赛，比的是俯卧撑。男生队的代表选手是铁拳。女生队的代表选手是 Maggie。比赛规则是两个人同时做俯卧撑，谁先停下来谁就输。预备，开始。Maggie， 加油！加油！铁拳，加油！加油！铁拳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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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拳，帅呀！我们赢定了！哈哈！铁拳脚落地已经不是俯卧撑姿势，第一轮Maggie 获胜。刚刚是意外啊。下面第二轮智力大比拼，比赛的内容就是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把这个电子笔组装修好。首先出场的是女生队，佳怡，看你了。我完成了。看来女生队失败了呢。还是看我的吧。佳怡都修不好，你就更没戏了。完成。哇，小星，你好神速啊！看来这回是男生队获胜了。
话说回来，为什么电子笔能发出声音啊？玄龟力量提升，犹如身披重甲的角斗士，攻防兼备。司徒乐，谢谢你们修好了我的召唤器，陪你们胡闹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让我找点乐子了。老大，你来了，去这么久，担心死我们了。小的们，司徒乐就在面前，都给我使出全力，干掉他！是，老大。果然，坏人永远都是坏人，以后不能信坏人的任何一句话了。嘉怡，山海神兽融合召唤。什么能耐？别高兴得太早。啊，这也行？乐乐，我们不是可以飞吗？哦，对对哦。飞！嘉一，我们远程攻击。明白。小的们，做好准备，启动反射立场。是。什么？啊，乐乐，怎么办？不能近战，因为龟壳很硬；不能远程，因为发射过去的弹药会被反弹。反弹？对了，反弹。你是不是想到办法了？玄龟的反射立场会反射攻击它的弹药，但如果那些不是朝它发射的呢？哦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战路惊雷暴弩。嗯。怎么了？被我吓得都瞄不准了吗？启动反弹模式。老大，我按不了啊。哈哈，好机会。呀，
和五只神兽力量，正义的究极机甲。 Maggie， 之前的比赛我作弊了，是我不对。哎呀，没关系了，毕竟是给天网利用了，我们也有不对。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大家都有自己的长处，根本没必要分个高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战的伙伴。那第三场是不是不用比了？当然不用比。可惜了，我还想第三场比大胃王呢。不用比了，论大胃王，谁比得过乐乐你呀？